点鹅，还记得我吗？小时候常在玩，飞高高的。哦，记得记得，是叔叔哈、哦。是小郭叔叔。对啦，哇，你都没有变哎，跟我小时候看的一模一样，还是很有魅力。而且我发现啊，岁月没有在你脸上留下任何痕迹耶。张奶奶，可以叔叔用喝的啊。那新年快乐、哦。新年快乐啊！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啊，没有遇到觉得不错的。没有遇到觉得不错的、哦，那小郭叔叔来帮你介绍一个好不好啊？小郭叔叔隔壁家阿姨的儿子的女儿的朋友的小学同学，他在国外留学哦，而且现在又高又帅，然后现在又在科技业里面工作哦，不错哦，条件不错哦，条件这么好，对呀、啊，又出国的。好，那九九，你干嘛不跟他在一起啊？啊，没有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谢谢九九，我的朋友会帮我介绍，我工作的时候也会认识很多人呐、啊，不用担心我啦，谢谢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。啊，九九，跟你分享一个好看的哦，这个云嘉南好好玩的粉丝团哦，会有很多好吃好玩的，不定时还会有摸彩的活动 哦。真的哦？你要不要加入一下？好啊、这样可以带着你一家人出去玩，然后就直接到那个粉专看最新的资讯，按个赞就好了。哦，你这样好好玩呢。嗯嗯。逢年过节，难免会有你比较不熟悉的亲戚朋友来你家拜访，他们可能会问到触及你隐私的问题。这个时候，你可以用三个方式：第一个方式就是顺着他的毛摸。第二个方式就是给他转移注意力，扯东扯西。第三个就是分享新的资讯，云嘉南好好玩，里头就有很多好吃好玩的，还会有抽奖的活动。这样子，人家才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没有礼貌，然后有点冷漠的孩子的印象。那过年嘛，和气生财，千万不要跟人家硬碰硬哦，毕竟人家还是长辈呢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嘉义布袋身后的这个高跟鞋礼堂，它是一个不含任何宗教形式的西式结婚礼堂，是现在婚纱以及 IG 网红网帅的最佳打卡点。嘿，这里好好玩，好好拍哟、哦。